第二十二题，在右图，请问 x 与 y 位置的指北针电路开通之后，指向分别为何？不考虑地球磁场的影响，我们从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在 y 方向这里的电流是朝上的，在 x 这边的电流是朝下的。那么在 y 方向，根据我们的安培右手定则，我们的手比出来是像这样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们由上方俯视，我们的磁力线的方向是逆时钟。那么我们的磁力线的切线方向是磁场方向，也就是 N 极受力方向， N 极指示的方向。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呢朝向我们的左方。那么在 Y 这里呢，根据我们的安培右手定则，我们比出来是像这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电磁场方向是这样子的旋转。那么一样，那么在磁力线的切线方向就是磁场方向，就是 N 极的受力方向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磁场方向呢是一个朝右方的箭头。所以第22题问我们说，电路开通之后分别指向为何？我们答案呢选择的是 C， X 一个向右的箭头， Y 一个向左的箭头。